好，那把时间交给麦克。讲的不好，请大家包含一下。然后这次的字体，我的苹果还没装那个新型的，很难看，也许包含一下。那今天就是很简单介绍一下说。 我要做的，我现在正在研究，以及我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哦，那这两个都独立运行的。然后第一个是讲的是说，这个，因为这个口号比较大家比较熟了，哦，因为本来就是我今年有半年的时间，我要做一些直播节目，所谓的直播节目，然后就是说比较是文人文方面比较多的。 那它辅以一些电脑程式，哦，那可以看得到。反正上面讲我就不用再讲。那第二个挑战的是，这个可能要花上10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那是说用 open source 的方式，然后我们来设计一些电脑程式，然后是模拟现在百万，真的是几十万、几百万现在电视台用的那些设备。 这个目标，这挑战的都是工程师的一个工程技术的问题。那这两个独立运行的子计划，然后我看那个在今天的一个短讲的列表上，我已经把2月份已经有人已经讲过一次的那个内容，已经有贴上去了哦。那所以你们自己可以再用那个列表来看就可以了。对，这份图影片我会晚一点再公开，再调一下这个网站。 有些部分跳过哈，不过这个我很想告诉大家说，我现在在做的都是新闻品质提升的，在GDB里面一直都在做跟新闻相关的事情，好，这个有些部分跳过，因为比较没时间。好，那我刚刚谈过，好，所以呢，我用的节目的方法可能在外围80%。 这些是手段，就是说可能是新闻采访，可能是新闻这些资料的一个收集啊做法。那我在肚子里头的 20% 是跟工业工程管理有关的，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学术背景，也不能说学术，以前读书的时候的背景。然后那边右边是鱼骨图了哈，我们在工厂里面也是这样做事情。那我有一些参考学习的模板。 最大的学习是公共电视的一个画好数学，一个正的比。那另外一个是去年在那个在俊英也有提到过了啊，那就是说在这个在大选之前的有一个网络节目哦，他们做完之后都是那个会把相关的这个节目内容会放在网络上跟人家取用，他们也是所谓的一个那个稀奇授权之类的。 然后呢，我们现在有一个程式，这在我们的2月份写出来的程式，是把一个我们有一个系统叫 News Deeper， 那就是他已经收集了3年，搜刮整个台湾的这个各大的媒体，网页媒体的一些新闻稿，以及它的变化的过程。然后这个我现在是那个工程师说他现在比较忙的哦，所以他的阶段要可能想要提交，所以这是用 Python 写的。 他那些资料的 low data， 就是那个漏洞格档，这些新闻就每天几千则新闻要给他转成PHP的档案。好，那反正他说如果下礼拜再看一下，如果有需要今天能够找得到人交接的话，可以继续发展下去。所以我刚刚讲了三个东西以后，我刚刚讲了三个东西是说，第一有现在有电视台的方法，第二有网络的模型，已经有了正那个正问的节目模型。 机器授权，第三配合电脑程式的那个 open source 的东西，大家在GitHub可以看得到。所以说把这三样东西来结合在我现在所谓的那个节目，我的节目叫做问题来了啊，我
很多大家很多社会上有很多问题。那我取材的角度呢，就是也是聚一聚这边有很多的东西在讨论的议题，这也是我就从这些议题里面的那个大家所累积的一些贡献，然后变成我的一个节目的一个制作的一个主轴。然后当然我用水浒传，有人可能知道，那所以但我只小，因为我小时候看过水浒传。那我现在就是当土匪，我现在没有粮仓土了哈，所以说现在就是土匪，我先干了再说哈。那除非有以后像那个豹子头林冲80万禁军棍棒就好，或者是那个智多星比较懂策略的才能够成为气候要不，所以说我才说跟大家一起找上梁山，这个举例的大家可能知道他是谁。或者错的意义，然后 ，OK， 好，时间其实还有，那我讲的蛮快的，所以那个我现在再多补充两句话，就说那个这个时候做的内容，我希望能够包含的范围比较宽，当然比较极端主义我比较不说了哈，那就是说那个比较宽一点，说有正反意见的并陈，然后呢正反意见的交叉的。对，可能先比对出说大家共同意见的什么，以及大家都同时都反对的意见的什么，会比较好一点，就整个社会的面貌会看得比较清楚。好的 ，OK， 有举例。然后这张图片就是讲，我刚才有讲说就是要模拟整个电视台这些东西。好，对，我后面先看的这两张图片，就是在YouTube上都可以找到。这些设备都是就随随便便都几十万几百万的设备，我们要用电脑程式来做。这张图片不是美术做的，这是那个现在有两个人，就写西语言的，他们懂的是图形演算法跟那个声音工程。不过他们对风暴处理不太熟，需要努力一下，所以我才说需要一个通讯协定比较熟的人。然后这个图片是用电脑演算，而且是用家里面的那个几千块的那个设备，那个显示卡设备演算出来的图片，我随便交叉一张作品来给大家看一下。好，然后这也需要点时间，就是说可能需要个5年甚至10年才能够完成，因为同样的钱的成本，譬如说一台 PC 主机它5万块成本的硬体成本，但是呢在现今的这个5万块可能达不到，那10年之后可能可以达到效能，主要看机体电路的发展。当年那个 PS 游戏机第一台 PS 游戏机的第一代，跟它之前的一个研发跟个反子一样，是Sony的一个秘密总部，那个叫久多良物介 PS 之父，他当初看到这个东西之后，他说以后它可以变成家庭用的东西。但不要记住，那时候已经是大概能30、40年前，那时候就电脑机体那么小的时候做30年算。最后变成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可以买到 PS 第一代游戏机，1000块可以买到，那是非常惊人的一件事情啊！那就必须要看那个整个我们人类的工程技术的演算，所以大概先把这件事讲完啊。那因为还看样子还有1分钟，我可以讲一下。那我做这个节目的话，我觉得旅途，所以说我在做节目的时候，重点会是在于说。把那个问题找出来，然后给它排列，这我要找设计网页，然后网页给它排出来，然后分析，这样子，好，然后大家就这样子，好，算了，谢谢。感谢。然后我还是小小的鞠云机小知识讲一下，因为可能还是有几位是今天第一次来的，就刚开始提到什么新闻松蒙点松啊，就是因为其实每次在黑松这边开一些专案之后，有一些坑其实非常非常深，就只靠2个月一次可能不够，所以例如像蒙点他们其实持续都有在办聚会，如果你对这种小生有兴趣的话，其实在今天提供的 Happy 的鞠云机的那个就松网上面，其实也可以看到，其实鞠云机点 PLC 有一个形式力，社群活动的形式力，就欢迎可以去那边看。好，那从现在开始一路到5点前，就还是继续大家专案工作的时间。然后请记得，如果你下午等一下今天有做一些事情想要做发表的话，可以赶快到我们的专案登记上面去登记最后的成果报告。那时间就再交还给大家，谢谢。